袂想，怎袂想我想，花冤枉提出来想。疫情哑音是歌仔戏大师徐雅芬首度挑战线上戏曲演唱会，舍弃传统戏曲舞台，改以流行乐团的大团练式来演出。透过全新编排曲目，从传统到改良，展现歌仔戏曲调千变万化之美。我觉得这个疫情有个谐音啦，哈，就因为疫情，这个情呢是联络跟大家的情感。那当然了，大家都会觉得说，雅芬剧团都以唱腔为主，所以我们这一次的演唱会很特别。比如讲，咱的迄个七只调啦，吼，就古早的传统，吼，落去唱，唱到中啊，有唱到改良。改良了，这个来做编的新的曲调，传统改良新编。啊，佮后壁顶顶真特殊的唱腔，就是讲，一般来咧唱歌的人要听真古早，有足侪好听的这曲调，拢总喊咧唱，今仔夜分一一的呈现。咱今麦要来介绍，就是哆马扇板接摇板，老师请。除了欣赏歌仔戏的丰富多元面貌，演唱会更把流行乐团的表演方式套用到戏曲演唱，把乐队移到舞台前，让文武场乐师不止伴奏，更是演唱会的表演者。台上这样看，雅芬在演唱，灯光啦、音响啦，还有文武场啦，一般的演唱会都是演，我觉得就是文武场的老师就是演员的角色，所以我们这一次呢，可以说是一个小型的演唱会，但是看出来呢，我们是经过4G的摄影会自播，而且后面才上线，应该说很精致啦。希望观众朋友多多来给我们支持，因为这款是新的尝试，新的作风，希望这个演唱会呢你们大家会喜欢。记得我们的10月30、31号晚上的7:30准时收看我们的疫情雅音，等你哦。2个小时的演唱会，雅芬老师将以独特的许派唱腔飙唱歌仔戏传统曲调变调新编曲目，欢迎喜爱徐雅芬歌仔戏剧方的观众朋友上 OpenTix 网站购票欣赏。记者林希慧台北报道。